擅擅使切磋武艺，你竟然要人性命！上了擂台，拳脚无眼，因为上的人都签了生死状。他死是因为学艺不精，死了活该。明天让你儿子早点来，给我认输，要不他一样死定了。走。 今天第一场比武的是神州武馆的卫启明，对，何时到场的请上，有请二位上台。比武开始。 Ugh!
比赛已经结束，我不服，我还要打！不服！不服！请胜！根据比武的规则，你已经输了，你没资格再上擂台了。我劝你还是卷铺盖滚回日本吧。顺便告诉你们天皇，中国的领土不允许你们侵犯，中国人的生命不允许你们侵犯，中国人的尊严更不允许你们侵犯。今天是擂台比赛，我暂且放过你。 如果你再胆敢在沧州为非作歹，我绝不饶你！对，绝不打！师兄，不要冲动，今天不是动手的时候，走。